好，大家又继续 Pokemon 嘅 DN 绝对玩 DN， 哇好多训练师，我而家决定要玩训练师喎。哇，做乜鬼啊呢度有？好，技能爱好者可以忘记嘅，心之鳞片，达人奶奶，边个来着？遗忘大叔呢、這个都咁，我回忆嘅呢、這个系搞咩啊？呢、這个系有咩可以学啊？哦 ，OK。应该是那招咩绿叶暴风啦，系嘛？下个星期见。上镜的朋友，嗱，如等我谂下先。嗱，呢一个咧，龙之道馆嚟嘅，虫系打应该都比较困难。呢、這、一个应该都系噶啦，小叶阿小光，好耐冇见啦。头先已经同哎，已经打赢咗咯。哦，唔系，佢都冇队友啊。但真系遗憾咧，我都要揾其他队友。嗰只咁嘅云掌应该唔使要噶啦，系嘛？问下呢个先。练特工喎、啊，爱情球，试下先。我想试下练特工系咩样，即系唔系咩样，系打啲咩？我想知，试下先。我一呢嘅啫 ，OK 喎，咬嘅。全部三呢，全部三呢，呢个嘅努力值啊，三特工嘅努力值，几好喎、啊，咁样又唔错喎，好。嗱，我唔使啦，我已经练好咗，其实我都唔知系咪练好咗，不过都花费咗一段时间。搵商店面具篮，面具篮，我、哦、呢、這个本主嚟嘅呢个好似，定四天王唔记得啦。呢啲人居然唔识冲浪，咁啊打低隔篱嗰条友就俾冲浪你，哇！你想挑战我 ？OK， 冇问题，有实力咧，从来不拒绝嘅。撞死你打靶仔！唉，有电磁波，见到个漏撞死你，偷佢嘢，特工果，哇，三隻章鱼啊，哇，喷射火焰，大菊花，电磁波，啲麻烦光妖影，好，系在下输咗啦，咁再唔再睇实力 ？OK， 冇自我介绍，系啦，管住神奥地区管住，呢、這个冲浪送咩啊？好，如果可以咧，希望你可以嚟到啊新奥地区一个聚集驱虫喷雾，俾垃圾我。好，买药先最紧要系，有冇药买喺度？哇，唔俾人买药噶呢度，买啲垃圾呢啲，咁啊6000蚊有，唔系哇？替身嚟喎，学一招，买一个先。呢、這个保护，哇，唔够钱添，拣边个好呢？呢、這个系咪噶？门口呢个唔知系咪？你问下佢先。哟，冇忘记我麦可大人啊嘛？以下如何？唔着。呢啲咪地面虫？我谂最好都系用波道之使者嗰只噃，应该卢卡利好最好。诶、欸，咩事啊？哦，阿佛哦，我想要嘅支付唔喺度 ，K 喎。喂，呢、這个咪阿佛同鞋？哦 ，K 先生成为干部，感觉如何啊？這個、呢一个咧，呢下又可以不计成本满足你呢个疯狂实验啊！见你度撞到你，睇嚟我哋都系有缘分啊！下套画面啊，而且一个科学家相信缘分，唔觉得好好笑咩？不愧阿佛同啊，完全俾人睇穿，我系有心揾你嘅，并非偶遇，所以咧有话直说。你一路揾紧呼唤凤凰嘅方法系嘛？你似乎知道啲嘢喎，算系啦。凤凰咧需要两样物件，呢个彩虹羽毛同埋透明嘅铃铛。我手中就有呢一样啦，并且知道收集咗彩虹羽毛嘅人嘅所在地。你打算要我做啲咩？真系爽快！你喺揾呢个板木嘅资料，应该揾到人造精灵啊！好似你咁嘅人会放我一切有关板木嘅资料，当然包括人造精灵嘅研究资料啦。不妨做个交易咯，我哋。好，我明呢啲全部攞去啦，去继续你个疯狂实验啦。爽快！呢一个透明啊，佢喺26号到咯个羽毛，我估咧凤凰大概会被你捉到啊！顺带一提啊，火之兵团通缉紧你，我会惊嗰啲啊，连首领大人都唔喺度嘅组织，都系小心一啲啦。正喺度用紧我嘅实验强化精灵，多多少少都会有劲到啊。不过对于拥有三成兽嚟讲咧，做事暂时唔会有威胁嘅。新实验要翻去啦，飞天真系疯狂，难怪会被以前嘅同伴咧排斥。唔理点讲都，凤凰咧呼唤嘅条件已完成咗一半，我可以继续落去。OK。呢啲唔关我事，我的任务就只系咧完成我嘅道馆之旅，呢啲唔关我事。我而家最重要就系揾队友，
其实 我可以先试下一个先。嗱，我试咗卢卡里奥先。如果卢卡里奥唔得嘅话咧，就拣第二个踢走佢吓、啊。好，食位队友，真系太好啦！事不宜迟啦，我哋喺道馆等你啦。好，可唔可以再搵多一个试下先？好，话冇咗啦，已经冇得俾你拣选项啦。佢已经知道啊，你个打靶仔已经有队友，唔同你讲嘢。好。喂，呢个使唔使打噶？你嗰个挑战者三只精灵四人战啊，所以要全放啊。对兵系特别有，喂，做咩啊？小蓝啊，果然间我知道你喺附近噶啦。做咩？挑战道馆噶？唔系，我嚟揾你噶。唔通你唔记得咗？我有样嘢咧，拜托小银嘅嘢就联系我啊嘛。好似有啲咁嘅事、啊，我就知道咧，你好难主动联系我，所以我主动嚟揾你嘅。咁你点知道我喺度啊？比较简单啦、啊，我喺你手机度咧装咗 GPS 啊。哎呀，唔使担心咧，我好尊重呢个人私隐嘅，呢啲咩窃听啊、针孔摄录咧，我系唔会随便装喺其他人。好啦，我都唔会白白，先俾啲报酬你先。哇，火焰柱，点啊？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小银嘅情报啊？不告诉他，告诉咯。原来系咁啊，佢都喺度努力咁嘅四处修行啊，唔通要向板木证明自己？重要嘅人唔系呢一样，单凭一个冇办法改变未来，快啲揾佢啦，以后还会联系你。等先。三隻精灵啊，佢话要三隻精灵，四打三隻精灵啊，咁啊掉咗一隻咯，掉咗黑路加啦。好，我冇睇错啊嘛，睇多次先。三隻精灵四人战啊，全放好嘅 ，OK， 嚟啦。有啲麻烦机关，呢度咁样转，诶唔系喎，转，诶、欸，shit， 呢度咁样上去啊？诶唔系喎，呢度点样过去啊？哦唔系，黐线喺隔篱啫嘛，嗰嚿嘢系咯，可唔可以落一格先呢度？转，哇大镬，揿错晒掣添，呢度落，呢度转一转落去，之后转系啦，转过系啦，之后再嚟呢个，转过去，转上去，转过去，搞掂，好。OK， 准备好啦，同佢讲 OK 噶啦，已经准备好啦，衣吹管主可以开始啦，明白啦。目前咧开始以前咧就呢、這个循例自我介绍，衣吹管主龙系精灵体系准备好啦，我都要攞出态度嚟挑战啦。三人咧，唔系系三只精灵，四人挑战啦，每世四只精灵啊。好，哇，卢卡里奥35咧。睇下先，头特冚呢个刺龙王啦，哇！大树果真系令我太失望啦，佢居然用大树果，哇！冚渣嘅佢，哇！死咗啦已经，剑网先，哇！黐线，佢咁快死嘅，你唔系讲笑我，哇！我拍咗啲废柴，做得好啊！哇！李鱼龙。点打啊你龙我？哇，不得了咯！哇，佢已经冇精灵啦，即系又要一个人打啦，该死的，该死的波道使者，哇，仲有冰牙添，好唔掂，可唔可以放弃个队友啊？好渣佢，唔得掂。唔得掂喎，不过我哋逐个试晒啦呢度。佢真系唔得喎，我条牛。唔同你组队。呢、這个会唔会劲啲咧？睇佢只掌好似会劲啲咯。哎，试下小光先。好。OK。试下小光先。嗰、那个咪地面嗰、那个叫做咩啊？念力土啊，一定唔使用啦。佢兵系全部都用水重嚟嘅。根本所有都水嚟嘅，好，
试下唔话俾你听知道。好，睇先。不告诉他，我就未见过咁口话无耻人，搞笑呀！再嚟，唉，大祸啦！唔记得摆翻只精灵添。好，偷嘢先。三只精灵，二打二。偷牛啊！棍子，哇，五十五呢？佢只鱼企鹅，哇，趴咗啲劲人，睇，趴咗啲高手，唔错，好，撞死佢，哇，唔俾人换重噶啦，呢度打死美立，哎，哇，可唔可以劲啲鱼企鹅？黐线喎，佢只鱼企鹅，电鼠，哇，只电鼠又争啲啦，电鼠又要死啦，应该，剑王先。哇！总之爆弹咁鬼劲嘅佢，哦，可惜俾人车死咗喺度。哇！神通力，哇唔中系咁，佢系咁扣我命中，唔系路，佢又打唔死我，最惨系，最惨系佢又打唔死我嘛。你睇佢凹痕啊嘛，诶、欸，你一打。睇下打唔打得死我，就睇下你打得死。哇！地震咯咁喎，地震咯，地震地震地震。佢几时冇 PP 啊？玩到系冇 PP 先，估唔到咁快又玩到好队友。呢啲先叫好队友噶嘛，呢啲先劲噶嘛，吸力噶嘛，做得到嘢噶嘛。哎呀，秒咗啦咁就哈古龙。哇！转一转重会唔会好啲啊？转一转重咯，哇神速喎、啊，好似好巴闭咁喎，毒粉先，呢度用魔法叶片，冻结之风，魔法叶片，哇龙之波动，好似好劲咁喎，神速，哇脱皮，死仔，剑王，哇好居然快过哈古龙，赢未啊？中我一隻。车地，车地佢，哇咁犀利嘅逐流，突然之间打我咁多血，居然真女，搞掂你啦！喂，唔好啊，唔好爆击啊，搞掂，犀利啦，拍咗个好队友，佢只元 K 我五十五呢啊！哇，大家如果玩呢、這个攻略嚟噶，如果你玩绝对玩 D N， 唔好见到老卡利，我以为好劲啊，小光先劲啊！好，考验嘅证明得到星龙徽章啦。龙重必勇，龙之波动，远程攻击反正好强，好暴力噶。呢、這个道馆后面有个龙与有个徽章就可以入去，有兴趣可以睇下。里面长老咧系爷爷，得到爷爷嘅认可可以得到啲嘢嘅。啱啱孵化，希望你可以得孵化佢。里面系强大嘅精灵，哇！你直接俾开皮超，点样强大？咩孵化佢啊？讲紧啲咩啊？明明就直接俾紧我。好，好 ，OK。咁样嘅话，其实我哋液态尾巴可以转做冲浪咧，其实都可以。系咯，转做冲浪啦。呢个液态尾巴。转咗先啦，系好啲该死的老卡利，我以为佢好劲，点知都系唔劲，都系废。小光先系王道啊！呢、這个 game 好哇，又中晒笔，你做咩啊？米二喎，你可以嚟到龙血证明，你可以攞徽章，恭喜晒！我要做嘢，啱啱做完啦。啊，喺度有个好用嘅技能啊，零五系闪光嚟，好似。完成任务即刻翻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我通讯手机太大声，仲有事要走啦。又系新组噶啦，睇个款。好，你要救我边个啊？唔准随便入嚟，偷你嘢先。喂，龙星群。好，李如龙。
冚死佢，冚死，冚啊！我仲未拎走咩？聚焦镜片啊！啊，系咪有漩涡嘅呢度？冇记错嘅，呢度好似有漩涡。哇，迷你龙，系咯，有漩涡呢度。咁即系话05系漩涡而唔系闪光啦，系嘛？系啦。我又要我学嘢，咁即系又要捉虫先啦。喂，冇俾鲤鱼龙我，咪都冇俾鲤鱼王我，俾虾古龙我唔该。俾迷你龙嚟啊！冇啦，冇俾鲤鱼王我啦。哎，得啦。之后换大菊花、毒房、毒粉。哇，麻痹！哇，好靓喎，佢个球弹出嚟嗰下，好华丽喎。咦？我中个毒粉咩？头先脱咗皮啊，佢呢个啊，毒死佢，搞掂。应该学到漩涡啊，虾古龙、迷你龙，系啦，得。呢个唔要啦，有嘢嘅点解喺身上？有果实喎，身上应该。喷埋嘢先啦，呢度。好。OK。好，呢度会唔会有啲咩特殊任务？喂 ，K 啊，唔系到啊，呢个系，唔好意思，将龙之石板送俾嗰个靓仔，冇问题话爷爷。冇问题，通过道具对战而了解到佢决心呢个强烈要求，而且感受唔到佢有任何恶意，反而系满满嘅责任同埋使命。原来系咁，既然系爷爷真实感受咧，我都唔多讲啦。龙之石板咧摆到最多只系一个摆设，如果好似咧为佢咁嘅训练师所用咧，咁就系呢个摆设最好嘅出路。点点点点点，阿道想要其实，又系通过衣吹测试嘅训练师，我系道。烟密市系我出生地，呢一度长老咧系我同伊吹嘅爷爷啊！你个名好有意志力喎、啊，哇！一嚟啊讲啲客套说话，都系想体会一下龙族嘅力量。今日等咧长老指引下你咧，再见。哇！我仲系嗰两个要打，点惊到我啊？欢迎嚟到寺庙啊！睇嚟咧你已经得到徽章咧，想必对龙族嘅精灵有了解。我想讲唔多，身为龙族嘅长老，龙月长老经常会见到咧。成功挑战伊吹嘅训练师面上流露住喜悦啊！后生嘅时候都系馆主，尽管好清楚身为馆主咧唔可以使用全力啊，但系感受到咧状态、意志、感情咧都系直接对战，直接对战系方法，同佢哋对战系直接嘅方法。吔屎啊！偷你嘢先，哇！即刻俾人打死咗添。喂，大镬！六叶夫哇，好在我转得快啫。吔屎啊！我打唔死佢，冇死住。哇！又麻痹，冲落啊！冲落！哇！早知开咗咩先啦、啊，我开个剑网先。哇！但系我龙武，冲落！啊！争啲死，鲤鱼龙啊又，冲落！哦，死啦要电击，俾人咬死咗。电磁波龙路，喂马比，喂顶住马比佢 ，good， 哇，犀利迷你龙，原来系咁啊！你意志、感情、力量同埋对精灵嘅信赖啊，我已经知道啦。果然每个训练师都系独一无二。之前咧带住。奉神团嘅女孩对战咧，感受到系强烈使命感同埋毫不退缩决断，或者可以成为道一样嘅强大嘅训练师啊！哇，就咁咋？神速迷你龙咧，算啦，我哋今集嚟到先，下集继续，拜拜。